太美了。去玩，我在独库公路，太漂亮了。现在在独库公路纳拉提去巴音布鲁克的路上，这里也太美了吧。草原就到了雪山，现在到巴音布鲁克小镇，阿拉寻贝饭店吃饭，现在第三天九月廿八，随后吃好饭阿拉去 checking， 随后又白相到巴音布鲁克草原阿克苏美食。巴音布鲁克的一家餐厅，手抓饭、牛肉汤。现在是巴鲁布鲁克。你的意思叫肥沃的矿泉水，给他吃了以后，天鹅表示发声感谢。现在呢，巴音布鲁克徒步2.4公里，把那个山的谷歌，就一路高头牧啊羊啊。现在到观景台，差不多到了。十八弯徒步了2公里，看到一个狗狗，看到一个小狗狗，两个马，两匹马。九月廿八。中秋节之前一天，辣辣新疆巴音布鲁克辣等夕阳，现在7:36，交关人已经辣辣前头只位置。